哦，它比例是哈，第一小题它要求哈，这个除以这个的余式，这个只有一次方，平方了，就这个东西除以这个东西哈，它的余式，第二个是三次方，好，那怎么办？我把这个用二项式定理展开，我 x 哈，100次方哈，可以把它写成多少呢？写成一加哈。 这个是，x 减一啊的那个100次方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除以什么呢？除以 x 减一的平方啊。好，这个东西呢，我把它展开来是一加，100，c，就是100取1啊，s 减一次方，再加呢。 c100取2，x 减1的平方，那以后面那些项哈都可以被什么？被 x 减1的平方转除。所以哈，这个除以什么呢？除以那 s 减1的平方，它余数是多少呢？一加100 x 减1，然后再加一，那一的话哈，除以呢 s 减1的平方，当然是1了。 然后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就是 x 100次方加1除以哈 x 减1的平方呢，它的余式是，这是吧？100 x 啊，100 x 嘛，啊减99，啊没有，对了，这减99啊加1，那是100，没有，这是负的啦，负100嘛，负100加1的话是。 负99，那负99加1就是98了，就减掉呢，98。负100加2，98。所以呢，这是除以什么呢？除以 s 减1的平方。所以它的什么呢？它余式呢是这一项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它是说哦。 这个除以这个的余式，好，那是怎么办呢？这个呢，我就把也是把这个呢用二项式定理展开，这个可以化成多少呢？一加多少 x 减1的平方的十次方，就这一项，这一项可以写成 s 平方减2 x 加1嘛，啊，这是完全平方嘛，再加1。 所以是一加这个，然后我把它展开啊，就一加10的 x 减1的平方，再加 c 10取2 s 减1平方的平方，那后面那些项哈，都可以被 s 减1的三次方找出，所以它除以 x 哈，减1的三次方的余式啊，怎么办？是一加多少呢？ 展开来是10 s 平方减掉20 x 再加10，这是除以什么呢？除以那个 x 减1的三次方，它的余式是这个，它就等于多少呢？是10 s 平方减20 x 再加11啊。